欢迎再次观看9年的新闻。现在是台湾当地时间11月11日，台湾消息显示，在台湾的新网络论坛疯传有关网红雪碧的影片，并且附上了相关视频。不过由于平台限制，我们将一些片段剪弃。附上的截图资讯显示，由 Facebook 在2021年10月6日发文提到，现在都不发乳沟超过2公分的照片了。想看东西南北半球的大尺度影片，请订阅我的 VIP 吧。现在还有抽写真哟，一系列美照连接在留言处。另外有人更是在匿名论坛提到，雪碧曾经提到，男人在一起爱互抓辈儿的，女生在一起当然就抓。第三位人士更是直接发文提到，那么雪碧20分钟私密影片真是不堪入目。在相关的影片中显示，一个女生在坐在床上，背部完全一展无遗，时不时还转身对着镜头摆出撩人表情，只不过视频中只有她一个人，看起来却是在拍摄雪真。目前 Facebook 上疯狂传播，截图资讯显示，教主雪碧私人平台劲爆流出顶级私密扭割色，随时删除免费观看。有关此事，涉事本人在 Facebook 账户上发文提到，我有外流影片了，我有拍，我承认，但那些都旧照了，要看最新外流影片照片，网址在留言。继续有关台湾网红雪碧，网络资讯显示，本名叫方奇源，拥有较好的容颜，傲人的身材，凭借着大胆泼辣的作风，他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，甚至被封为情色教主。